我呱呱跳舞真是太开心啦啦啦！哇哦！挑战我粉丝玩蛋的派对一百天，今天是第五天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先选择点赞最高的粉丝加上好友，他就是蛋糕杨幂。接下来咱们在评论区随机抽取几位幸运儿。小蒋姐姐，舟山市一二三，林夏薇，吴凡毛，一口小桃子，我们加到这几个粉丝宝宝啦，你们记得通过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跟我一起玩游戏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蛋仔派对和我的男神狙击手已经梦幻联动了，今天我就要趁热去抽一个男神皮肤。但必不足。没事，咱们抽机器男皇总行了吧？人才。说实话，没有抽到狙击派男神的皮肤，多少还是有点伤心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发一个抱抱的表情安慰一下我，发完有惊喜哦。看到的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抽男皇了。看看第一个男皇是谁。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抽出点正经玩意儿。哎，第三个抽到了一个。哎呀，你说人家一个正经大咖，不是啥肌肉啊？没有没有，此刻我的心情就是连屏幕前的第三个表情。哎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抽出来的都是些啥破烂玩意儿？难道是因为我今天没有休息就抽门了？好了，这下欧气满满了，看我还不抽出点好东西出来！金币男盒已经抽完了，现在只能抽瓶盖男盒了。看看瓶盖男盒能不能抽出点好东西来？听说神仙怕左手，让我来用左手试试看。啊！竟然抽到了粉丝的手背伤。哎呀，左手的运气果然好点。咱们再接再厉，继续抽啊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袜子！我的天哪，我又不是女巫，怎么抽这么多袜子干嘛？终于抽到一个不一样的了，盲盒碎片。兄弟们，这盲盒碎片是用来干嘛的？你们能告诉我吗？好，瓶盖盲盒也抽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用抽中的这些盲盒礼物来打扮自己。我们先把抽中的这些上药袜子全部试一遍，看看哪个好看。蛋仔派对，零元五颗金穿搭。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？是谁钻进了我的大脑？三套衣服都展示完了，小伙伴们觉得好看的扣一，觉得超级好看的扣二。我觉得吧，还是粉色适合我，粉粉嫩嫩的可爱极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穿着这套粉色。去寻找一个梦中情伴吧！一进蛋仔岛，我就看中了这个蛋影。叮叮叮啊！只是他为啥不搭理我呢？你这么好看的小姐姐，你都不感兴趣吗？算了，你不动，我不动，总会有人为我动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这时候有个叫做香香的蛋仔，一上来就围着我转。好吧，我就喜欢主动的，我要跟他跳一个双人动作舞。金币，这舞跳的就太好看了吧！一边跳还一边冒粉红泡泡，哇，好浪漫啊！还有没有想跟我一起跳双人动作舞的宝贝？留下你的蛋仔，当我的蛋仔，好想遇见我的狙击棒男神呢、啊。